之前跟大家介绍过，用今日头条极速版 APP 转钱的方法。这款软件需要别人下载之后，还得输入你的邀请码，输入之后就成了你的徒弟。通过看文章可以获得金币，通过金币可以换成钱。这个每个人一天最多可以获得1毛钱，如果他是你的徒弟，你最多可以获得到2毛钱。每拉一个人出去平台给你的奖励，你一天最多能赚到2毛钱，想要多赚钱只能多拉人，这个操作比较复杂。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软件，这款软件操作起来就比较简单了。和今日头条极速版相比，今日头条极速版是每天每个人最多只能赚到2毛钱，除非拉人，而这款软件是每天最少是赚到2毛钱。你拉人赚的更多，不拉人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。我这个软件我是昨天下午注册的，到现在有24个小时，我目前已经提现了15块钱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提现记录。这里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地方有个转发转钱，点一下，点一下进入了之后，这里边有很多文章，你看哪个文章好你打开之后，比如说选择第一个，我们点开之后下面有个点击分享，我们点一下，点一下你可以把它发送到微信或者朋友圈。我们发朋友圈，朋友圈看到人会多一点，只要有一个人看你能赚2毛，两个人看就是4毛钱，没有上限啊。我们点一下朋友圈试试，点朋友圈，然后我这是两个微信，我们选择第一个呗，第一个就常用的微信，然后选择发表朋友圈发出去了，等有人看他就会赚到钱。我们现在返回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看点击这个转累计得分，点下这个查，点击查看，然后文章都我之前分享文章，没有一个人看，它就是2毛钱。你提现的话，就是把页面拉到下面有一个我要提现，你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提现，微信第一次提现5块钱就能提，以后需要10块钱才能提，支付宝至少需要30块钱才能提。我只昨天下我注册了，到现在我是昨天晚上提了5块，今天早上提了10块钱，今天一天没弄，所以说你这个转发记录就是昨天的朋友圈，今天一天是没有。提现之后有24小时之内就能到账，我提现的时候2小时就到账了。你还可以邀请徒弟，你邀请一个好友，奖励7块钱。今日头条最初是6块，后来是3块，现在你用它邀请一个徒弟，奖励7块钱，并且享受2级，30%的佣金分成，也就是你邀请的人，他在邀请的人，你都能赚到。如果你想获取这款软件，你可以关注我们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“小写全拼的山东胡宝义”，发送本期暗语。等你晚在水中央。好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